这家藏在二千前。你最喜欢吃他们这儿的啥子？豆花。甜的吗？咸的？甜的，咸的其实都可以。它两种味道都还是很受欢迎，而且豆花很早还卖完，每天都是。今天我上运气好，凉面还是很不错，味道跟外面的比起来，我觉得它的这个凉面味道还是。